大家好，我是不是可桑德。好，那我们今天有个新的视频，因为我看到最近好多博主发了一个那个翻译机器人。Miss， 我最中意嘅颜色系蓝色。Me gusta bailar。She likes to dance. I don't know if that's accurate. Was that accurate? Yeah. Okay, good. So we know the. Oh, you seem like a very nice person.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谢谢，但是你看起来很恐怖。Thank you, but you look terrible. 这个机器系的确好犀利。Foi você que fez? Onde você conseguiu isso? 系朋友送俾我噶。Você tem um namorado, homem? 我冇男朋友，我有女朋友。啊！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太相信他那么厉害，因为他是会同声翻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那我们今天要去试一下这个机器，因为它可以翻译36个不一样的语言。什么？什么？是真的吗？对的。荷兰语也有吗？也有。法语也有吗？也有。比利时语也有吗 ？OK， 我继续讲话，然后刚好有一个比利时的博主，不能讲他的名字，来到深圳了，是吗？应该哦，应该哦，对，马上要走了。他来11个小时，专门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这个视频。为了这个视频，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一下这一个产品。对的。让我们现在就打开。那跳车是这样子的，我会讲英文，然后你戴着耳机会听得出法文，你要努力去模仿这个法文，给你的哥哥，给他的哥哥。霍比亚斯，对，我要跟他说法语，然后我不会说法语，虽然我是比利时人，所以我要学着去模仿，看他听不听得懂，然后再告诉你是什么意思。连他的英文，荷兰语他都不行，荷兰语都不会。对，所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还会翻过来看看到底是对不对，好不好用，对不对？是不是？嗯哼。好，那我们那现在就去。Hey Toby. My girlfriend is pregnant. Ma copie est enceinte. Do you understand that? Okay, yeah, you said my girlfriend is pregnant. My girlfriend is not pregnant though. All right, next word. I have a big butt. J'ai un grand something.I don't know. I have a big something. What is a something? I have a big butt. All right. I have a big but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I like fat girls. J'aime grosse fille. Okay. I like fat girls. come on. I think that was actually pretty good, like from how this worked. It's very impressive. 如果我去一个国家，我就讲不了那个语言。我就会用这个，因为一般用谷歌或者什么软件，然后跟别人说，但是直接戴这个耳机就行了。现在对，就比方说，如果你就是翻译一个词，它会比较方便。但是如果你要翻译，就你要讲话 ，you have a dialogue with somebody， 如果你要一直跟那个人去讲话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方便。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好了，那到我了。Okay, my foot is smelly. My foot is smelly. Allah bambudosh. Your feet is smelly. Yeah, my feet is smelly. I hate you. Utalak. Oh, you don't hate me. Oh, he says, oh, you don't hate me. You love me. Okay,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man. 好，那我们现在就试一下，看看产品翻译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是要干嘛呢？就去。OK. Belgian Shanghai boys like to make videos about playing games in their underwear while their mother is beside them. That is very accurate. It is. That is very accurate. It's good. 很准确，其实完全是正确。就是如果我要自己去翻译，我不会那么快去翻译。是是是是。我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录视频，一边等着我的飞机起飞。
真的是完全百分百正确。我 recording video while waiting for my plane to take off. It's like 就完全没有语法全对的。所以他真的是蛮牛逼的，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好的。嗯，本来想吐槽他，结果还挺好的，吐槽不了，吐槽不了。这个有三个模式，他现在要用外放模式。外放模式就这样子，你不用去抢劫，就让你朋友去带这个东西上去了，对对，直接从手机里面。对，直接从手机里面去弄。我们去试一下有没有问题。Belgian boys really like to go on to dating sites to find girls for the night. 比利时男孩真的很喜欢去约会网站寻找女孩过夜。True. Oh!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试一下 Touch Mode. Touch Mode 就是的意思。对，就是 Touch 送你一个。怎么用？就应该你要先按。Hi, my name is Sander. I and I would really like to have. 我是深蓝老人，我真的很想拥有，因为我说我的名字就是真的很想深蓝老人。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好很多，因为这个不会就一直插，你要按一次，对对对，然后再按一次。好，我是科桑德，我的名字是圣诞老人。Hello, my name is Kusan. I mean, Kusan is 科桑德。My name is Santa. 哦，科桑德都对了。对对对，其实都对了，完全是对了，其实是对的。This one is good. I think it's good. 我很喜欢这个，这个就不会吵来吵去，因为不要是我们刚才在打电话的时候，他会一直翻译，是的，是的。Nice. Nice.这个产品它就 WT2 Plus， 它是一个其实有一点像 AirPods 很小小的一个翻译机器。所以你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一刀是，8.9，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问题，但是总体还是非常正确的。对，就是本来真的想吐槽这个产品 ，But it's just， 我以为会翻出什么谷歌翻译那种搞笑的东西，但是奇奇怪怪的，还是挺好的。对，然后它的速度就比较快，我觉得蛮方便的。但比方说你是单词的话，它不会受很多的优点。但是如果你是要长期跟一个人交流的话，我觉得那还是学好那个语言更好。没毛病，但是这个产品的话，哎，就有一点特别没有见过，觉得牛逼。所以总体来说，西兰的法文是今天进步了很多。你的希腊利文也挺好的。对。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关注西兰，在优管或者在微博，因为他的 B 站已经没有了。我的眼睛红着不是因为我想哭，是因为我在过敏。哦，他在，对，他其实是干哭。然后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不是，上的